喂，博士你好，喂，周末奇谈，今日有啲咩言情冷门嘢？原本系讲啲聊斋嗰啲嘅，人体恋啊，而家有新嘢咧，突发事件你都知啦，有单嘢啊，震动嗰个京城啊，系，我知道。高麗心，係高麗心，高麗心，高麗戀呢單嘢好神奇嘅，而家就呢個張高麗我哋同埋一個運動員，之前係運動員，網球手嚟，係啊係啊係啊，都攞過冠軍，係啊攞過冠軍，譚帥啊嘛叫做，我哋都睇睇睇睇資料嘅，睇網上資料睇嗰啲。嗰啲街頭巷尾，咁我就 confirm 一下，打電話俾內地啲朋友，嗯，但冇人敢跟進講。內地有呢個消息新聞咩？有，哦，大佬而家啲好多人翻牆啊嘛，咁咧喺而家咧要首先聲明下啦，我哋就唔可以當係真嘅嚟講，嗯，一對人唔公道，嗯，張高麗又冇出嚟講乜嘢啊？發表個態度，你個彭帥又未咗水，嗯，咁有冇人話去補充一個彭帥嘅人物出嚟咧？嗯，而家未經證實嘅，嗯，咁大家都係靠嘅，嗯，但我睇佢網上嗰啲留言寫啲嘢咧，係小學生程度嘅啫，嗯，係因為彭帥唔應該寫得咁簡陋啦，嗰啲佢。可以遣詞用字啊，係好幼稚嘅寫法嚟。佢寫緊小説啫嘛。佢又唔係有小小説，你都有啲文采噶嘛。佢就乜都冇。啊。所以就我哋喺呢方面咧，就要對人公道。係，有咩事你關心俾我？一啲唔經證實嘅嘢啦，呢啲係。咁我哋咧就係唔講呢個張高麗佢發生咗嘅情節嘅古仔。嗯。但咧就講嗰、那個紅旗下的情傷的事，即是說在五星旗之下發生的事，就不是今天，嗯，我未說之前說少了價值觀，嗯，假設他這件事是真的話，假設而已，那這個彭小姐就違反了整個遊戲的規則，嗯，所以點解喺日本嗰陣時嗰藝伎得到天皇嘅尊重咧？嗯，佢哋搞政變、搞政治喺借藝伎嘅場所開會咧，佢個藝伎啲新人永遠唔會洩漏到有咩人嚟到我度，嗯，更加唔會講我同邊個男人有關係，嗯，直情係擺咗落個黑棺材嗰度，嗯，永不見光嘅。嗯，所以我哋喺嗰個上面去睇，假設佢呢件事係真嘅話咧，有幾個可能。佢啱啱喺呢個六中全會之前掟出嚟，就涉及嗰個中國共產黨內部嘅權力鬥爭，有對手掟啲嘢出嚟抹黑。但我而家抹黑咧，最慘我哋證實唔到係咪真啊嘛。嗯。好似市你市場炒到咁 hit 喎，連日本仔嗰啲傳媒都炒埋，外國嗰啲傳媒都喺度周圍炒埋。因為張高麗係常委嚟噶嘛，七常委，即係國家啲各級嘅高幹。好啦，如果佢真係假設佢係呢件事係有發生過，而呢個女仔咁樣走出嚟咧，就好撚大鑊嘅。佢會冇命嘅，喺正常之下。但好啦，但而家佢可以，究竟而家仲有冇人保護緊佢咧？或者對手夾佢出嚟，你會爆咧？嚟要嚟針對個政敵咧？拿到個政治的籌碼呢，這個大家又是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他就真的很無奈，即是他不想爆的，焗住被人夾出來呢，要做籌碼。那某方面呢，要借你張高麗的人頭一用，要來震攝其他那些旁觀者。他當年他張高麗是跟江澤民出身的，和張德江啊、羅文山那一堆派系，即是大家看報紙看到中國民報，成日都權力鬥爭的嘛，即是個派系，派系呢就寫到由江澤民啊、曾慶紅啊，就跟呢個習近平而家呢一堆習家軍鬥爭的嘛，街頭一賣街尾一報道啦，呢啲八卦新聞係嘛？但你不是中國啦，就算你美國都鬥爭啦，民主黨共和黨咪鬥爭咯，台灣咪國民黨同民進黨又鬥爭咯，有人的地方有鬥爭噶啦，係嘛？係又唔需要放大嚟睇個世界。咁如果你話佢唔係俾人夾住而去爆，係自己爆嘅話咧，就係好奇怪嘅，因為點解咧？他的遊戲規則就話在中國每一個階層的幹部配給給你揀不同的女人的，譬如說現在他張高麗這些級數要常委級呢，他是揀這些國寶級的女人，乾淨企理，沒人鬥過嘛，運動員出身，你明白嗎？好了，但你這些運動員出身的靚妹呢，又要找個有靠山的人笨的，因為你很難有到專人訓練你的，他特別安排，我為什麼特別要照顧你呢？所以他們去到某個程度呢，去到哪一級官員呢，就這些這樣的游泳健將啊、籃球健將啊、網球健將啊、健將靚女呢，我們下一次下個月有個聚會，有很多領導人出席的，你哋邊個興趣去參與，識多一啲領導人，就好啲招呼佢，你自己揀嘅，就冇人逼你嘅。我話指定要你要服侍佢，但多數都唔執輸。多數都唔執輸。但有些呢就不會，有些譬如除非他是高降子女，他就不需要了，因為我自己家都有靠山，我不需要再找多個男人做靠山，你明白嗎？那些就不用了，但我不是你會自動播，我去到那場合，我喜歡那如張高麗不是那麼老啦，那你就自己埋位咯，埋到位他又不會黑過你了，他有權有勢，那交代下面看位的人，譬如這個女我認了頭了，下面人自然懂得看風頭嘛，大陸那做幹部最懂得看風頭的，那就自然就會安排給他優惠一點、啊、有間靚屋住、啊、是吧、又說車渣、啊、又搞到他又說他很有潛質、啊、我找些特別教練去栽培他、啊、那製造給他拿一些冠軍、啊、這樣搞出來，那這個呢就真的完全你情我願，是完全你情我願。好啊，現在你情我願之下，你這樣爆出來呢就很大鑊的，雖然說是公開的秘密，但都不好聽的嘛。等於現在我們香港為什麼最近有些 法院法庭那些法官那麼聽話呢，就是有一些女法官被人捉緊都痛腳嘛，同以前嗰啲咩打首席咩法官咩成班埋一堆嘛，咪點解突然間唔聽話嘅？有啲係搞基，有啲係男女關係咁嚟，俾人捉緊住痛，咁咪聽話。全世界都係咁樣，唔係淨係香港。除非你好老江湖嘅人，有私情交代過你，你要搞女人呢一定不搞你自己圈內的人，要就是澳門啦，咁多 model 啊，咁多烏克蘭靚女嚟跳舞，三幾千蚊搞完咩手尾舞，
你中意咪搞多幾錢咯，包埋過夜得，最緊要俾錢。嗯。咁你男人你要追求美色，得到喺手咧，你對住一個禮拜就厭噶啦。老婆就焗住冇得厭嘅啫，我話俾你聽，因為太多新嘢啊嘛，係嘛？冇得都有得厭噶，可以離婚噶，而家啲離婚好易噶。不是你離婚那個另外一件事，那你離婚跟這個第二次又再見到那個你又離又離又這樣是不停離是啊，還有你做官場的人你經常離婚搞這些事就又不好聽又升不到官嘛，所以就通常都不用了。好了，見到他的潛規則就分好微細的，到你再落一兩線那些官呢就認識了電視主播了，那些什麼什麼電視花了，是啊是啊，可以播起來那些就認識明星了，是是是，但是其實最差的，現在明星全部殘曬了嘛，副機器啊，今天經紀那個馬老手，他由電影學院出來過關斬將，再搞導演、搞成、搞編劇、搞製片公司老闆應酬過曬，咁屌你成龍都話執劑，咁屌你咪點搞？係嘛？點解呢啲咧有身份嘅高級幹部唔搞嘅，即係覺得似，所以佢咪搞呢啲咁嘅運動杯咯，啲運動員咯，清純啊嘛，啱唔啱？嗯。